宝贝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肩颈酸痛？对啊，最近肩颈很酸酸痛，然后我的腰椎啊，跟我的那个骨盘都觉得不舒服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带你来，全台湾第一名的整复，真的很屌，超屌的。我之前整复经验没有很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哎，很多人都这样子过，所以就不敢再整复。但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去的那一间是，它是很温柔的，它还有美泰，我觉得你应该有听过，是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咯，好好好，走，耶耶，宝贝，我们来，我领来啊，来，请，这是我们家的颜若曦，他的名字很好听吧？韩国人的概念，对，就是若曦，她之前就是有点脖子不舒服，很酸痛，然后我这个腰椎经常酸痛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坐姿不良还是什么。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啦，因为就是没办法，不管你今天是工作还是说你很偷懒的躺在床上，那些多多少少视力不平的这个，对啊，他屁股也会酸痛，反正就是全身酸痛。那我想问你之前，像这样不舒服你都怎么办？我之前有找过那个什么，一开始是找那个给人家那种全身按摩那种。SPA 那种类似，可是我觉得效果很差。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是，有时候不是说它效果差的问题，是因为你本身可能已经得很久了，你给它按一次，你要把它完全松掉，其实不太可能的事情。算了，来瞧一瞧就好了，来瞧一瞧比较简单，瞧瞧。它的是效率型，对，少商业，对，勤职比武当，没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之前有去瞧过，有不好的经验。啊？为什么？就是我觉得他好像，我有遇过那种，就是要说帮我拉脖子，可是我觉得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不但是没到位还是怎样，就是他说要咔咔，可是好像也没有咔咔到一半，可以吧？然后不然就是，反正我只要拉到这边，我就有恐惧感，就觉得会不会脖子被扭断什么的。我觉得刚好因为他这样讲，我觉得其实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点，比如说你有这样的经历，有时候跟那个声音真的无关，那个声音其实真的是有压力。可是我坦白说，有时候有些人很喜欢这声音，有些人不喜欢这声音，我就不喜欢。你也应该也是不行，你会觉得很恐怖，很可怕，对，很恐怖，差点变很恐怖，就是好像感觉是那个脊椎骨头会散开的感觉，就是它就是一个压力。比如说我们这样手指是不是正常？对，我这样拉，对，也有声音啊，对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而已。我现在想要跟你确认的事情，比如说等一下我会做到这件事情，你 OK 吗？可是我的动作，我可以先让你试试看。好，我会告诉你我要干嘛，让你有心理的，你不行你就直接跟我讲，因为我这边不勉强。所以今天我一个最主要的目标，我要让你改观。哎，我也是这样改观，我也是。我要让你。你怕拉脖子吗？超怕，我不给任何人拉。那个内在美先处理，我只处理外在美。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就调臀部的部分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可是因为我刚刚你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看你的臀部基本上是可以调一下。调，这样更翘吗？为什么跟上次那个波乐的想法是一样？是什么？没有，有些人他会在乎的是旁边。我有些人穿裙子会那个。哦，有假胯宽会很。你看得出来吗？我讲假胯宽。其实就像应该是说，我这样看他的臀部就是会有些差异。但我觉得脸，他的脸是不需要的。我现在目前乍看之下，他差一点点。没有很大，那我觉得你可以用，因为对啊，他是韩国明星，知道吗？是非常有自信，是 OK 的，对对，所以我们可以就把主轴放在我们的臀。那我们刚刚有在提到过，那我们提到过，他我发现他也不舒服多一点，然后他会接，是他紧张还是？好，那我们因为之前有一些可能经验会比较害怕嘛，哪些地方你可能会比较害怕？我可能提前先跟你讲，这个意思，就脖子吧，然后还有就是。之前整部是给我这样凹这边的时候会咔咔的时候，我也很怕
闪掉，就是你可能就是怕那个动作比较大的。对对对，我很怕说弄完之后会不会没办法走路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往里面走，好不好？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先看一下身体的状态，就等一下我们先看身体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再好好去感受一下这差别是什么。嗯，好，行吗？好，韩国明星，颜若曦。OK， 那我们先测一下，走吧。好 ，Here we go。好，那我们说要先调，因为你有以前不好的经验嘛，嗯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状态到底如何，嗯，再去调整它。好，好吧。好，我们刚刚讨论就是要爱美，对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把臀部调一调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两边的差别哈。那原则上，它这边的臀部左边就是它镜头的右边这一块，会比这边再稍微凸一些。好，那我们除了看它的外观之后，我们也看一下它的数值是多少，参考就好。不可能这样调一调就变瘦，但只是给大家看开心的。现在大概是90。OK 哈，那我们等一下看完90已经很瘦了，到底怎么样？没有吧，90已经很瘦了。OK， 很大哎，可是是好看的。女生就是会恢复到她们那个沟通的情境，对于她们的外观是非常注重的，所以当这边的时候，她们会投入到她们的情境里面，我们就还是走我们的。Here we go。好，不动啊，借我一下哈。这边会酸痛吗？会啊。这边还好吧？对，这边酸。哪边比较强？好，两边就是不一样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你两边不平均的情况之下，这边它就会，你在做的时候就可能压这边。哦，对，脚接我一下，好，来整个放掉。接我一下，帮我翻过来，来，好，我们来感觉一下脚的部分，这两只脚现在目前轻松的往下压，应该蛮明显的。哎，对哦，有高一点啊，很好压，但是这边会差一点。你两边一起压就会有作用。有。OK， 有。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你都是歪一边来做的。欸，真的。啊！好恐怖！就啊！好痛！来，你不动哦。好。啊！再借我一下。啊！我这个骨头会闪掉啊！我要摸吗？你可以摸摸看。好，哎，我下去了耶，就很接近。哦，天啊，好神奇哦。可以哈，哦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借我按压一下，这一定要把它按好。因为那会，好痛啊，哦！对，它这个我并没有很用力。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看这啊，这还好。你只会因为你会被这个吓到，其实它这边已经勒很久了，所以它差很大。它刚怎么那么痛？这一块，啊，你要把它压开。啊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压开，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绷在那，所以你必须要这样拉开。真的有点吓到。而且当拉开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效果会再更松。哎，真的耶！好酸啊！不要动哦，都不要动。因为刚刚它也是，就是两边的那个伸展度超大声哎。对啊，好可怕哦。来，再借我一下，来，两只手借我。嗯。来试试看，轻松的，来挑战。好。有没有发现比较接近？嗯，很明显。对吧？对，很好。哦。没了。哦，好恐怖。好。哦。啊！好，现在可以吗？好。惊魂记过。过是不是？太过了，太感动了，还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那我想问的事情是，你现在站起来像个懒腰。哦，好像还不错哎，很爽的感觉，还蛮爽的耶。有突破你脖子的那一块吗？有哎，因为我已经很久不敢给他拉脖子了，对，我就脖子很舒服吧，好像可以，可以旋转的耶。有改观了吗？有哎，我还蛮意外的。Here we go。好了，接一下哈，那我就开始了哦。好，一二。我发现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他的反应大概蛮接近0.5，对。OK， 好，借我一下下哈。好，还没有。来这边的节目。啊，
来，脚慢慢放掉，对，很好，可以，也太酸了，来，再接我一下哈，这个也会挺酸的，来，脚帮我放掉，放掉，可以接受吗？目前还撑得住，还可以，只是好酸哦。Okay, 那我就停在这喽。行，哇，搞定，我们可以起来了。他还在沉浸在那里面。对啊，你怎么？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真的很宽哎。其实它这个屁股这部分，它我们如果刚刚画面它是稍微有点下垂，其实我现在没有再把它往上推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注意，不要说哎，我们为了要更翘，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他故意去顶那一块，他反而会在腰部跟臀部那一块会特别的酸痛。好，那我们自己感那个触感上有差，我们就去量量看。好，到底变得。Here we go。好，经历了一连串的惊魂记，有掐贼，好，我来贼啊，麻烦你帮我翘一下你的右脚，好，这边右脚来继续往下压，这边是没问题的吧？比较可以往下压，这边会再更顺一点点，你自己的触感了哈，好，来换另外一只左脚，左脚刚刚是卡了一只，有发现它掉下来了，有发现吗？有哎，你太神奇了吧？有感觉哈 ，Oh my god， 好来，我们看一下它后背，轻松挺胸，你会觉得。如果视觉上应该会有差的，对，很明显的，看一下左半边，左看到底 ，OK， 帮我仰头，仰头明显超多的，来，麻烦你帮我转右边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脚帮我并拢，一模一样，来，开始往前摸，看可以摸到哪里，真的很近的，进步了七六指七指，可以哈，来。麻烦你左手帮我往后面摸，看可以摸哪里，那你可以超过这一个，对，超过 mark， 超过 LV 了。来换右手，他这手好像笨笨的，记不记得他刚刚右手在这边？他进步一段，对，所以他这一块还要慢慢的去松掉它，慢慢一步一步进步往上走。好了，刚刚有摸到了，有变软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太神奇了。他刚原本是在镜头的右边，也就是他的左边，刚刚是凸一块的，那现在看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平。就是你刚刚摸的差，因为镜头应该很明显。来，神预测家，刚刚是90.2嘛，我猜88。哇，你那个专门猜那个很奇怪的，88.5好了。来，帮我拉一下，88.8。OK。这样是少？那1公分，1公分多，1公分左右了。里外观上它会有变化了。对，就是它是因为刚刚就是我们刚刚站的这边站它就凸，所以拉出来它掉下来就会不一样，不会变额外多一块。真的很神奇耶。其实它已经够算，它已经算你要做算瘦的了，所以基本上骨盆已经很小了。它没有长没关系。OK， 那就这样。耶！今天惊魂记都过了。有没有改观？让我觉得，虽然过程就是心跳加速，然后还有闪，有跑马灯，跑马灯，我想说蛮紧张的啦，对，蛮紧张的，就感觉出来就是蛮明显的，我们一起看 VC 啊，好吧，蛮明显的，好吧，那我觉得这样整体弄起来，至少如果你有对这个感动，我觉得是好事啊，最主要核心根本还是你平常自己要放松，那这个可以维持很久吗？你如果平常很懂得去放松，哪些姿势该避免避免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慢慢的维持还蛮长一段时间。下次见喽，好。